这种眉毛吗？对啊，两斤。这个比较好看，这个我会有点想要，因为这种真的比较难找到。对啊，好看好看。刚刚我们在布局专柜买的时候，他说楼上现在有布局100周年的 Pop Store， 所以我们就上来看一下。来看一下你的戒指，漂亮漂亮，蛮好看的，真的。而且我觉得价钱是还 OK 的，就是以他这种一戴就戴10年的，有没有？介绍一下吧，对，这是 Prada 戴口罩的店。以后一定会被训练到，有一天相机拿出来就准备好了。真的不是我 style， 反正你们，他就是戴口罩的链子嘛。嗯。那其实平常你没有戴口罩的话，绕两圈有没有？他这边像这样。就绕两圈，它就变成像项链这样。那如果你要装口罩，就把它拆开，多绕一圈，你不会直接这样扣。一般人可能会觉得直接这样扣。对。有没有？就很像老人戴眼镜。我不喜欢这样扣。你就多绕一圈。嗯。然后把它扣起来。然后戴起来之后，它是还会变成就在耳朵边好像一个造型，有哎，等于好像戴项链一样。可以帮我剪掉呢，等一下再一次，好烦，等一下。摄影师，好，我们要认真。对，就是像项链一样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耳朵的造型，有哎，好看，好，对。